真成收垃圾的了。我开春三号变成你的小跟班了。我的名字叫陈伯谦。先别急着废话，来看看这个。什么意思啊？要么和解，要么走法律程序。产权官司你没那么容易赢的。我没说一定要赢，但是我有的是时间跟你耗。你想干嘛呀？风铃草。季晨燕要的这个你就管不着了。那我要不同意呢？一份声明你吓唬我。一份不够是吧？还有这些，这些年被施恩、侵权、剽窃的受害者还真不少啊。这个圈子也不大，这些恶习一旦传出去，后果会怎么样？你很清楚。你有24小时，也许你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律师。走了，享用吧。陆总，你真厉害，才这么几天你就搞到这么多的声明。哎，你怎么把它扔了呀？用完了，所以就扔了。该不会只有我的那份是真的吧？你就不怕默许当场打开吗？你看过斗牛吗？被激怒的公牛只会盯着红色的斗篷，却忘记了斗士本身。喂，杨大人，有什么吩咐吗？到哪儿了？现在在商场的车库，准备跟着他看他下一步行动。跟紧点啊，千万别跟丢了。知道。目标出现，现在我先挂了。喂，还跟着呢吗？现在在一处高级的别墅区外面。高档住宅区是哪里啊？这里是水中天。喂，喂，伊恩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家门口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千万别回家，默许在你家门口呢。什么？
啊，没关系。看清楚撞你的人是谁了吗？默许，我先送你回家。哇，3人版《速度与激情》。回来了，你竟然就这样回来了，你是不是个男人啊？我怎么了？我美人得要英雄救，我自认我不是英雄。万一没人救他呢？万一陆准没有出现呢？你放心吧，就算陆准没有出现，默许也不敢真的装神烟的，他又不是笨蛋，杀人是要坐牢的哦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很了解默许吗？了解啊。你认识他啊？不认识，但是我这个人从来不做没有准备的事情。你让我跟踪他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查了他所有的资料了。从他的处事风格可以判断他的个性，所以我就大胆的猜测，他不敢真的装沈岩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叶岩当时多危险，你不能光站在那儿录像啊。喂，你沈岩的命是命，我的命不是命啊。你都知道危险了，我怎么能去？再说了，我是替你去跟踪的哦，我不是替你去玩命的。那后来呢？哇塞，进屋之后我还能拍啊，再拍下去我真的成偷窥狂了。